对，好像这样有肌肉啊，其实还是。漂亮！天哪，游泳很快，箭也很会射，私底下会潜水，会爬山，爱滑雪，还会打小白球，甚至参加全明星，接触蜻蜓运动，产生兴趣，还认真的跟蜻蜓竞速女王刘延廷组队报名蜻蜓比赛，夺下银牌。方思玉运动技能已经不是铁人三项可以比喻，年近40，行动力依然相当惊人。最近我们接获读者爆料，方思雨的蜻蜓进一步神速的原因呢，其实是以约会之名顺便练出来的好成绩啊。而这个陪他练习蜻蜓的叫 Louis， 拥有一双小狗萌萌眼，笑起来阳光炸裂，有种陈浩森的感觉啊。重点身材嘎嘎好，手臂粗壮，八块腹肌块块分明，不止运动细胞发达，对于料理也是非常拿手。两人的恋情其实从他们的 IG 就能嗅出端倪。3月20号，方思玉抛出一群朋友去露营的画面，两人身体凉飙飙啊，恋情是朋友圈圈都知道的秘密。而男生也用手机记录下方思玉掌勺煮酸菜鱼冬粉。再过几天 ，Louis 煮意大利面当晚餐，而坐在对面的美女手上的戒指露馅了，就是方思雨本人。时间再推回到2022年10月，第一张照片，男方正在锯木头，一旁的小女孩丁长还笑成是被老板紧盯的工作时间。在后面不知道是玩球还是玩什么的方思雨，就这么不小心入镜了。我喜欢幽默的，可以聊天，说一些内心的话，然后是有生活感、仪式的男生。本刊询问方思雨，他倒是直言不讳，爽朗的承认。Louis 是认识一阵子的朋友，最近彼此了解中，一句话带着无限可能，也透过经纪人表示，男方是一般上班族，不希望因为自己是艺人的身份吓到人家了。